guess you were lost when I met you. Still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, so out of trust. And I knew no more than mysteries and lies. There you are, wild and free, reaching out like you needed me. A helping hand to make it right. I am holding you all through the night. I'll be the one.天礼拜天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杨平问的真是好。昨天山脚下有一个落成典礼，多亏我啊，一早就卯足了劲去排队，所以我拿了十人份的红白麻薯还有馒头。你说什么？什么红白麻薯还馒头？你的头发怎么了？不过很可爱哦，光秃秃的，圆滚滚的，真是不错哎！干得好，杨平男子汉！尼禄，你这家伙！完全忘了。快点！有蓝的，还有红的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，你是忘了就能够解决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贵，都是你害我们输了。你好像是昨天一路被杨平他们棒球队拜托去当救援，可是一路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救援投手啊？而且听说输的人得剃光头，所以你太过分了，为什么忘记、什么球队嘛，没有救援投手就赢不了，真是可悲。害我的球变成这样，干个屁呀、还什么男子干呢？你要知道男人间的约束，就算是牺牲生命也必须要遵守。你想想青爷八爷的故事啊。太好了呀阿贵，他的意思是说女人不守约定就没有关系、真幸运。你们做什么？快住手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谁不对？哎呀，这样好了，我换个问法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动手？总之你们两个都到教师办公室。理由我了解了，总之一路同学你得跟杨平同学道歉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呢？谁叫杨平的？真是欺人太甚，就算道歉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是他说的，所以我才不道歉，就算我道歉杨平也不会饶过我。唉，一路同学，道歉是因为自己觉得对不起所以才向对方道歉，并不是要求得原谅所以你才跟对方道歉的。不管对方原不原谅你，如果你要是觉得对不起人家的话，那你就得道歉呐。好了，你再跟杨平同学好好道歉吧。杨平，
是我不好，对不起嘛。哼，杨平同学，我很了解你愤怒的心情，但是原谅别人也是表现男子汉的方法之一哦。不用马上说没关系，但是要原谅他哦。杨平也要班上的人不准跟一路说话。杨平那个家伙做的也太过火了吧，要绝交他自己一个人就好了。哎，状态你呢？你现在也不跟他说话了？嗯，我只有在杨平面前的时候会小心一点。真差劲，这个时候要表明立场他就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是这样吗？现在要是谁站在一路那边，只是会让杨平火气更大而已，反而延误他们和好的时机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才会暂时不管他们的。真是的。一路，别人不跟你玩我陪你，怎么样，你要玩什么？踢足球还是要扮咸蛋超人？只要你说我都一定陪你。不要。算了。你是一路？嗯。对啊，你找我干嘛？其实我是有事情想拜托你。为什么偏挑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？如果你不想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好吧，虽然不是很想，反正我现在闲得很。真的吗？你要拜托我做什么事呢？你是个幽灵吧，大姐姐？被你看穿了。现在会靠近我的要不就是鸡婆的女人，还有我家的人，接下来就是幽灵了。还有蜻蜓。可恶。我是幽灵没有错，可是事实上我还没有死哦。我可先说，如果要跟我交换身体的话免谈。上次因为那样害我被整得好惨哦。我不是要拜托你这个啦，其实我是有一件事情希望杨平他可以记起来。杨平？我同学杨平吗？因为就在去年夏天，我跟杨平曾经有过一个约定。杨平他难道那家伙忘了吗？他忘了你们的约定了吗？可恶，杨平那家伙，他自己还不是没有遵守约定，居然还敢叫大家不要理我。不是的啦，虽然说是约定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，就算是忘了我也不会很生气，真的。其实只是一件算不上约定的小事。不管大事还是小事，约定就是约定。大姐姐，到底是什么约定啊？这个吗？希望请杨平记起来。如果他想得起来的话就好，可是不用勉强杨平他硬要想起来，没关系的，所以一路不用太勉强。
么嘛？这么可有可无的请求，我可是很难提得起劲来哎。大家准备好哦！好、哦，要好好建筑，交给我，没问题。希望你能想起来哦。是故意来挑衅的。你呀、啊，去年暑假的时候不是一直待在乡下的奶奶家吗？我记得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因为你妈妈生下妹妹，所以得住院一段时间，这件事连我都还记得。你在你奶奶家的时候，是不是曾经跟谁有过什么约定啊？口头上的约定，看起来你好像已经不记得的样子喽。不过你给我记起来，男人的约定可是重于生命的哦。想想七爷八爷的故事，这可是你自己亲口对我说的，请你以身作则，再来教训别人吧。你说什么？全息共分人，不要动了，小五，住手吧，不要打上血了，你不要把我当成是你，可恶，过了啦，请你们不要再打了，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值得打架的小事啊。那你说说看啊，看看谁在那里做了什么样的约定，说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，跟人家约定的是你自己。什么啊，你是个烂人，有没有用你编出来的谎话，什么嘛，自己编的，是被你爽约的大姐姐拜托我来的。你别想骗人了，那你把那个女的带来呀、啊。够了，算了，一路没关系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谁家的小孩呀、啊？哎，不要砸了！哎呀，不要砸下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哎，你也是。哎呀，讨厌，干嘛绕着我飞啊？对不起了，都是我拜托你这么奇怪的事情。大姐姐，你不用跟我道歉了。可是，这是我跟杨平之间的战争。可恶，你给我记住，明天让你好看。真的不用了啦，不是什么大到需要打架的事情。你不用担心，打架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了。可是真的不用了，已经够了。不到最后，不要轻言放弃。虽然说大姐姐你还没有死，但其实你正面临生死的险境吧。嗯，没这回事。我才抱歉呢，明天我会用好一点的方法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杨平不像我，一定会记起来的。所以大姐姐，你也不能放弃哦。那明天见喽。大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 ？Melo。Melo。好奇怪的名字哦。我回来了。啊，你回来啦？怎么这么晚啊？啊？啊？怎么啦？你怎么会这副德行啊？说，你跟谁打架了啊？哎呀，真是受不了你们嘞。杨平，你真是太没分寸了。算了，男人也有非战不可的时候啊。
什么战争啊，只是小孩子单纯的吵架吧。而且一路他也不是什么坏小孩啊，其实他是很乖的。可是他居然为了红白的麻薯就这样轻易的毁约。老爸，男人的约定重如山，不是吗？当然了，重如山。又在扯什么男人不男人的？杨皮，可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。不，可是那个家伙不仅不反省，还反过头来咬我，哎，真是打从心里鄙视他。哎，一路他可能被什么附身了吧？是狐狸吗？因为啊，他不是个会说谎的小孩哦。杨皮，你真的没有跟人家约定吗？要是有，我一定会遵守的。是不是你忘记了？怎么可能？如果当真忘了的话，我一定会道歉的。就算道歉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也许道歉也不会被原谅，但是如果还来得及的话，我一定会马上履行的。就是这样，这才是真的男儿本色。哎呀，不要再提什么男人的事了，快点来吃饭吧。我回来啦，嘿嘿，爸爸回来喽。哎，好痛哦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啊？啊，那可是用友情换来的哦。好了啦，老公，你从哪里听来的？啊，我回来的路上啊遇到猪仔，我看到他剃了个光溜溜的头，一问之下才知道。够了啦，人家叫吉刚不叫猪仔，让他家人听到多不好啊。那么重要的约定竟然轻易的忘掉，以后啊不会再有人相信一路了哦。怎么啦？吃太快所以麻薯噎在喉咙里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捉弄他了，一路应该已经反省过了。而且我听壮太说，一路他好像在学校遭到排挤呢。这当然了，这家伙背弃了友情，选择了红白麻薯。哎，老公，你真的够了哦。老爸是完全站在杨平那边，爷爷也是光明正大的站在他那边。哎，不会吧，我他怎么哭了？一路啊，我告诉你啊，约定就是用来毁约的嘛。拜托啦，爷爷，你不要再说这种不正经的话的啦。哎呀，还是相信我说的话吧。你也半斤八两了。哪有啊？明明是被你爽约的大姐姐，她来拜托我的。我跟女生约定，不可能啊。什么嘛。不要这样嘛，我可不管你哦。快点想起来，少啰嗦了，不是已经跟你绝交了吗？一路，你不要过来哦，你这个说谎的骗子。我才没有说谎。好，那你说说看啊，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在哪里和谁有了什么样的约定，你说清楚啊，快说啊。就是要你自己记起来。你耍我啊，胡说八道的家伙，搞什么？一路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胡说八道，因为你的关系，大姐姐很困扰。哎，你快点想起来，让女生哭算什么男子汉嘛？你不是一天到晚这么说的吗？一路，哪里的女人，你把她带来呀、啊？可恶！你去乡下奶奶家的时候遇到的。我哪知道哪个女生啊，你不要无中生有啊。哪有无中生有，局长老师来。你说什么？说谎是偷窃的开始。我哪有说谎，而且起码我还记起来了。快点说，准备打闹。路上就不要打了。又是怎么了？一路他突然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什么？也难怪杨平他会生气。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，敢不敢再说谎？还没有说谎，师妹都告诉我的。没有，没错，没有，那个女生叫做没有。
你记起来了吗，杨敏？什么没了？这事情这么反面的女生啊！够了！不准打架！又是你们啊！唉，也就是说，去年暑假杨平去乡下奶奶家的时候，跟那个Melo 是不是啊？那个叫做 Melo 的女生跟杨平有过某种约定，可是杨平没有遵守，对不对呀？一路是这样吗？谎话连篇，才不是呢！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不可以。那么一路到底是什么样的约定呢？我不知道，只有杨平一个人知道。你说一次。够了，叫你们不准打架，听到没？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一路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一路。お前のところに行くから、どうか無事でいてくれ。